对呀、啊，等下我们到里边更美。这个就是以前的苏花公路，所以以前啊，苏花公路啊，要花那么多时间，就是因为它管制。以前苏花公路就是旁边那个凹槽，所以它。这是我的命。在我家的 Facebook 里面播。再来一个。难怪你连洗衣服的全部都用无患子的。山羊，啊，三枪山羊，啊，珊瑚礁啊，不会吧？这边没有珊瑚礁哎。那个叫什么的？那个长虹桥，那个部落他们有个抓浪花蟹，很有趣的。我经常在朋友圈里面抓。追浪花蟹哈，它是倒退撸啊，你有没有抓过？它是倒退的，你一放下去就倒退着走了。哇，好漂亮，超美的。